嗨，大家好，早安，现在是6:24。今天呢，我要从圣伯纳开车到亚庇，主要的目的就是我想带你们去看我2年前买的车。这车已经放在亚庇很久了，一直修，一直弄，然后今天就是要带你们去看。来，我们开始了。太累了，现在我们已经开车了差不多8个小时，那我们现在终于到了。OK， 现在我们下车带你去看，看一下。我先带你们去看这周围的车，这边好多好看的。OK， 哇，我的车好脏啊，哇，跑了8个小时的车。好，现在我要带你们去看。哦，这边有一辆 GTR， 这应该是2008年的 GTR， 它应该是在改的，就是。变速箱，那 GTR 35。然后后面那边有个哦，这是丰田 Prado， 后面一个挺古老的车。哦，这是 Mini Cooper。哦 ，Mini Cooper。这车还挺好的，就是只是可能在弄引擎吧。Porsche Cayenne， 这个是 V6 Porsche Cayenne。OK， 然后这里有一个，也是有一辆 GTR 35，哇，这 GTR 35挺屌的，也是2008年的 GTR 35。这个 GTR 35是我的梦想车，我会努力赚钱买这辆车，这是一个挺。战神，我挺喜欢的车。OK，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就是我的车了。2年前买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开过，现今天呢，它在马力机上啊，它现在是在马力机上。哎，不好意思。OK， 今天就是我这辆车就是需要把马力提升，现在我们在等老板去准备一些电脑这些东西来帮我来准备要调这马力机。所以一会儿我会录给你们看，所以等一下我会拍给你们看，就是马力在，就是马力机在跑，这个车在跑，在马力机跑的时候，我会拍给你们看。哦，然后跟你们介绍一下，这边是一个修车跟改装引擎，的一个厂，所以老板是非常好的，老板非常好，非常有责任，他会告诉你，就是不管你，就是。你车应该怎么修，你车应该要怎么做，所以非常好的老板，所以一会儿会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招牌，如果你们想要老板的联系方式 OK， 可以在下面评论。 OK， 现在我们在等老板了啊，老板，我们去找老板，去看他在哪里啊。老板你在吗？老板你在吗？去哪里？老板，你在哪里？这个可以进去吗？黑黑的，好像不能进去。
到 0.7， 然后再还要把它调到更高一点，我们再等老板再试一下。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请在下面点赞，然后 subscribe， 评论，我会拍更多关于到我的车的视频。OK，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